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的公司 TCS Marble 位于在雪州巴生，我们主要的销售是岩板餐桌、大理石餐桌、厨房台面等等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参观我们的展示厅和加工部吧。这里摆放着的都是各种款式的背景墙，里面有大理石和岩板石，以及不同款式的纹路还有颜色。现在我要带你们去一楼，介绍我们的各式不同的圆桌。我们的列比是有装岩板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这里是我们一楼的餐桌，介绍大家，里面有摆着各种款式的圆桌。有岩板、维京石和大理石，以及各式各样的餐角。顾客也可以根据自己喜爱的尺寸来 custom make。这里也是我们二楼的 showroom， 是摆着长桌。当然，餐桌里面我们也有各种款式。有岩板、维京石和大理石，而且桌面的形状和尺寸也可以定制哦。以及我们有超过35种的款式的餐角，客户可以任选自己喜爱的餐角和餐桌来配搭。哇，这层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三楼，所放的都是一些高级大理石的餐桌。这些餐桌摆放在家里，绝对高级感满满，非常 class 哦。再来，我想推出我们的新产品，那就是现代 modern 化的岩板性。岩板性有各种不同的纹路，以及还可以防日晒雨淋，还有不褪色，非常适合装在厕所和户外的 garden。 这部机就是我们所谓的切割机，我们的师傅将会安排顾客已选好了的原板来这边切割，切割出来的效果很完整，无牙齿印以及无锋角。我们的第二部机器称为 double joint meter， 是否我们接45角度切割出的岩板，我们将会送来这儿做45角度切出的效果不分角，不会大小孔。再来，师傅不光会把岩板胶把45角度两边连接纹起来。
想介绍的是这部机，这部机是我们使用隔切原座，客户可以想把自己想要的尺寸四尺、四尺半、五尺都可以完整的切割出来，尺寸不大不小，准确。想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秘密武器，那就是水刀机。水刀机可以割成瓶砖、冰花以及无缝拼接。水刀机除了可以割形状，也可以割 number 123。